实我要讲以前吼，我先甲大家人多谢郭正典医师的郭正典教授。我参政治的人，郭正典医师甲我讲，这个会吼，这个点连会吼，是大家吼，啊，拼啊在白龙的时阵，恁伫白龙迄个路边上来等，无人咧插恁啊吼。但是阮郭正典讲，靠人安尼，伊甲大家人好好做诶，讲来遮咧坐坐，讲安尼啦，哦，我有够感动，我无可能会做这个代。但是咱郭正典发生，所以讲要来甲大家人讲这个代，我有七个月。难怪多谢当初咱伊个先生啦吼，郭长龙医师，阮拢是旧事。啊，伊迄阵这故事吼，那有够长个啊。反正阮个学生，那是有时间啊嘛，但是总是伊拢叫是我歹势哪个，就是其实我处理是叫做教会嘛。哦，我细汉讲台湾个大汉。所以我台湾的讲的比国语较顺，这段吼，我出出伫你嘛一段时间，我咧讲台语比国语较好，啊，拄着伊这段的语言拢出来，我咧练，讲我台语较好，哦，啊，讲国民党互恁去讲，我国语会使练得过。啊，讲到一个阿扁啊，这个代志吼，你比我讲偌久吼，我若要讲几年哦，我咧讲讲，找人兼得了。阿扁吼，我拢总吼，就是讲。应该是到四月是两年啦，两年的时阵啦，四月的时阵，两年前的四月的时阵，防护员副署长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昨下是双德院去退休，退休后来慢慢回去上班，啊，防护员教授可能是我的大学长，伊讲，但你阿扁即摆真艰苦，你去看卖者，阿扁艰苦，安尼哦。是我有惊着，但是我无遐尔讲，遐尔紧张讲，即波看袂使个状况，讲好啊。伊讲招资在做这件代志，讲好，我来听话卖咧。后面那个安静好不好？很尊重那些讲者吼，大家安静吼。对，我要讲过吼，所以恁啊，我要听人发出去，啊，若要请人坐咧，好不吼？你讲过，我是我人吵，他们上不上管啊？好来。啊，所以伫四月时阵，就第一摆组诶，阮就几人，大概讲方便咱处理啦。啊，你看柯文哲就一个人，就你嘛，你嘛方便柯文哲嘛吼，像我怪人怪人哩嘛，我爱着做主席，我来开七月，我着讲话，我头出来去阿扁就是五月时阵，含柯文哲诶里面，柯文哲里面吼，因为阿扁放伊遐去进前，过阵连有看一摆，啊看一摆了吼。你若要讲，甲人讲，所以侬感觉无啥问题。你第一摆换招式面，完全角色都无同款啦，吼。规个安尼，我干呐问一个代志，四人上到好是啥物代志？用手机用拍起来，对哦。即个甲拍起来，即个人拢是是用一个特征组的特征组在跟上我。伊讲伊即世人即款代志上最艰苦，啊，我了这代志都。你卖啥物？我讲这代志嘛，我无需要去讲啦，吼。后来就是这代，我即摆是要甲你讲几项尔。因为后来，伊了伫告白时阵，伊伫汤了红伊汤白伊，哦，郭长峰副院长来看，伊闹来咧出现一挂白点，哦，啊，迄阵啊，陈春生教授极力大呼，伊讲，这是绝对要处理啦，这无处理袂使，我逐个所以逐紧张啊，怎讲好？因其实因甲你讲，咱这个状况吼，实在是吼，他怎拢讲白啊？怎拢分开话吼？讲啊，我讲啊，我是心科医生吼，我讲袂使分开，因为吼。笑容看到谁啊？所以哦，足严的啦。啊，严到吼，心内底心气是拢冷静冷静啦。我说我上出来情绪化出来。啊，所以伫迄个情形就转来上去拢懂。拢懂就旧年到两年前到的，到旧年的李伟，伊从刷的四位就是说四位哦，从刷的从一间一台中间才多少讲，我拢总看伊吼。有诶，有诶，人占加票差不多29票，吼、哦，啊，这29票内底差不多十几票吼、哦，我是含淡薄讲诶，袂使有边仔有人，袂使拢有人，也袂使有伊拢啥物都袂使，啊，即个物件吼，我做一个真个意思吼，这是我诶职业上秘密啦，我有诶代志吞诶袂使讲，啊，我甲即个物件反刍起来吼，各位利用这个机会做一点简单诶
即个灾啊，大家了解阿扁啊的心境啦。哦，最后看伊一摆是去年八月时阵，去年八月时去的时阵，就换陈任教授讲，换陈任教授讲，伊变变变变安尼，伊门爱甲退走，伊边仔人整天都卖讲，哦，总统伊讲，哦，总统伊其实是，哦，我安尼拢总看伊遮一摆，我总了三项啦，三会当三，我做曾经我会当做伊三个一个观察，第一项，伊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意志非常非常坚定，安怎坚定到什么程度？其实他都有听着陈教授安尼讲，伊其实身躯的病也是有够多啦，坐到吼，即款艰苦是无体通人，无体通讲，讲无人来相信啦，吼。但是虽然遮艰苦吼，即款艰苦吼，伊用伊的方法，想要会当甲解脱，想要甲排解。想要甲度过，恁拢无法度想象吼，真好一个人吼，一间间内底，互伊藏伫个所在，安尼讲无眠无日，吼啊，甲干死，即款人到尾安怎？精神科的人员来讲，这是崩溃。你看阿扁有崩溃，柯文哲好好看了，伊第一句就甲问这个话，你讲你看总统有崩溃无？我来问讲，这是倒一种的崩溃？你若讲精神地崩溃，你看嘛，靠！伊无啦，啥物无无。但是你讲伊有，咱台湾话咧讲，神经衰弱，啥我都应付遮个伊即个真艰苦，因为啊，做咱教授对头看伊四万几遍，四万几遍，四万几遍。其实即个代志也变样啦，甲我讲个，伊都点伊买，点伊唔点伊有做，点伊无做，挡袂牢一摆吼，伫迄个孤山个呾呾一摆入面，真正个算。可以阿请个，一般平常阿送伊个，伊迄个都拢有代志个。我因为你知影吼，阿扁啊吼，我歹势我来叫阿扁啊，比较好。总管年纪，我做面向大家拢同款，你拢叫阿扁啊，所以拢叫阿扁啊。较亲切啦。但是我跟你讲哦，伊是蔡总统吼，即作用嘛，主任够赞个。伊讲伊甲因遮联合，你甲叫陈总统，你袂使叫台前者。哦，我即作用，迄个是阮基金科医师个特质啦。知影讲，这人的心理，大部分伊在用什么方法对待？所以变也是白龙吼，所以足惊呀，足艰苦。伊随时会惊讲要用上对白龙，哎，把白这代志，随时会让安尼真了。第二样，我伊一直足坚定，伊咧用伊的艰苦，用伊的方法在对抗伊即马所处的遭遇，到即马还袂爽。我咧讲，要到当时还袂爽，无人知影。所以我咧讲，伊拢无做这样代志。无做这样代志，我迄阵看我即摆，无管你报纸、新闻出来讲，我感觉绝对无骚扰啦。无好，我讲一个恁听，伫白龙的时阵吼，已经都这是总主任足好个啦，伊有代志会参详爱讲爱讲，伊要叫个镜头来啦，伊毋知有啥管道的，叫国民叫镜头来吼，他嘛边个看你管的好不好，边个讲，前头我都会管，你去也讲好。你要怎？你家己要讲嘛，你表啊清楚嘛。伊对做主任嘛，无咧偌客气啦，对我嘛，讲我无啥客气。但是人私底下咧讲会真客气啦。你阵白龙，伊阵嘛其实有较好个。去年八月时，那阵边啊人无啥人，较静落，伊嘛是会好啊讲，会好啊讲。我拄仔要讲，就讲伊意志力要真强，虽然真艰苦，但是意志力要足好，拍袂倒，对，这人拍袂倒，所以你免烦恼，但是足坚个啦，足坚个。第二样。我第一下讲的是，这个人是人格者，人格者什么意思？人家站人来拍，伊袂犯罪啦。我咧讲，我拢我吼，家己有机会，我初头讲的吼，有诶代志，确实袂使讲伤侪啦吼。但是，我会当对遮反映一件代志，就是讲，这人是人格者啥？遇到到尾，无袂挂顾他别人的歹话，无本钱都人我买着，无，你讲啥物人你问嘛，拢会啥你问？我讲李德，我讲蔡英文，我讲那个啥，马英九已经不讲了，还讲，以前艰苦的代志，以前艰苦的代志是啥？你敢知？就是讲，上个关节的程度，内外的人拢在甲交谈啦，内底是 DPP 啦，外口就 KMT 啦，我拢讲一款话吼，互恁了解吼 ，DPP 甲 KMT 讲起来，才才开始。讲伊艰苦，但是伊拢做忍耐。伊嘛去，伊嘛批评任何一个
一个真好。这人我的感觉就是讲，我若讲要讲林义雄，我赵志龙反对林义雄，我的感觉我是真客气，伊去用脚踏板咧。太醉了。好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吼，我。我的看法真客气就是安尼，伊真艰苦，但是伊拢无讲歹话，无共讲歹嘴话。哦，像你即摆安尼，就是讲讲歹嘴话嘛。你无需要讲歹嘴话哦。啊，伊真艰苦，你想林义雄会艰苦未？有艰苦无？但是伊拢无要共讨饶，伊也无要共衰，伊好做唔对代，啊偏好做唔对代志，伊头先无嘛。怎样做唔对？我即摆讲两个人啊，我个人的看法啦吼，即个人我所认识的人，就一个阿扁啊，我次次阿咪讲过，我讲阿扁啊出代志以后，偌济人刚刚在讲，开什么研讨会，要检讨阿扁安怎？我跟你讲，许好笑的啦，许。伊这个人若要挂的时阵吼。人若咧挂的时阵吼，不要紧，我讲不要紧。人若咧，好啦，不要紧，所以我先讲了吼，这个真计下这个代志，就是讲阿扁啊这个代志，伊安尼讲小哈哈咧吼，伊拢无认真讲这个代志吼，所以吼。即、这个人若咧活的时阵吼，恁有了读一寡吼，迄、这个过去的政治家吼，我想达到小进步，就是讲骂迄个前任英国首相，或者英国首相，不是一个英国外相叫欧文出一本册，啊，佮有另外一个，即、这个美国的一个海外教授出另外一本册，即回顾人家政治人物的故事的在写出。那有啥个只政治人物吼，加减减，那有一挂精神问题啦，这不可能无的代志。我咧看我是安尼，任何人拢有啦。哦，因为吼，你靠靠到你只是遮尔大个只压力，甲这个迄个压力也是一种非常受到这个超低谷的这个交叉的一个结果啦。会使安尼讲，我无通做一个精神科医生吼，看到这个代志，阮老师听来讲，这头到十分钟就讲袂。我一个老师就是杨明道生，听你阿讲，即阵开始的时阵，我去看见两个来做我正少年，对，闯到老，即摆阿个在老，即摆高十岁嘛，先跟人讲阿变成偷钱，就是他那个用扣钱的嘛，用偷钱出来，叫做偷钱的猫，用灌水灌人灌菜串起来结果，但是伊毋是用面的甲你灌，用阿面甲你灌，灌到安尼啦。啊，所以这就是即摆这阿变的现况，阿你阿唔收留，我无看。我唔知道，但是阿扁的处境就是安尼。其实伊在讲阿扁啊，忧郁症吼，讲啊，即大家看到安尼，你好笑诶。刚刚吼，我有通去看过啦。拢总吼，若讲忧郁症诶，未超过60%，拢总到80%嘛会使啊，10%尔。无绝对无遐济，迄绝对是出关足特别诶人开始拄着即个代志。所以你即卖咧讲阿扁啊，安怎，拢先早啦。你着爱等伊吼，搁较过几年，家己去讲到底，伊是即几年即阵一堆立法委员、对台北市议员做啊，总统这过程这样要来 review， 哦，这无足够的人无法度来，剩下咱胡小我袂讲的，足够的人出来讲较讲有啦，咱下面面对面讲话，较了解，哦，安尼讲啊，愈早愈好，就是咱就无这个机会，其实足侪人惊伊啦，到即摆惊伊啦，我观察是安尼，足侪人哦，哦 ，TNT 啊是 DPP， 大家拢惊伊，哦，这是足清楚，所以我想是足了解。啊，这郭正连引出来，我们是真的对啊。第三，因为阮同伊讲的，伊不接不那讲的，就我政治的代志吼。啊，可能伊同郭正连讲较济，阿妈讲较济。有当时啊，讲的物件，我的感觉是安尼，伊是真正是台湾是一个国家，一个观念足深的。第二啊，伊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就是讲，这十分代志拢是人民决定的。这个基础是啥？因为阮在做精神心理治疗的时候，会当开细汉时看病，细汉看有诶，你搞伊的册，阮有写着，但是伊亲身在讲这代志，印象不够深，伊的正义感足深的正义感。咱少年时有啥物正义感？感动就毋是正义感，正义感是讲这对，我为了这代志继续看病的，
以前细汉就这个看法，真细汉哦。对，这个囡仔是总统，这个囡仔是天才，哦，伊是天才，哦，啊，到老即摆，伊抑佫伊的坚持的所在，伊的意志力啊，佫维持伊的生命，哦，啊，人咱的厉害人哦，其实公务人员，我以前嘛公务人员，我也知影吼，迄款公务人员，即种公务人员哦，我讲阮这三个拢公务人员，公务人员是公务人员，拢最优秀的，啊，咱咧讲郭晓是，我相信。你若要看，他说咧郭老师先生咧讲起代志吼，你会当看到啥代志？讲你咧看一个人，袂使干看伊现在，你袂使看伊讲啊，我伊刚摕钱，我看拼咧，因看迄无水准的人，讲我拼人摕钱，你来从伊细汉看起啦，伊细汉到底是安怎？哦，像郭老师伊先生安尼甲过年过去安尼甲看起来，讲啊，即、這个人，人家足普通的人嘛，来看伊的家庭啦，拖啊足好个嘛，啊伊安尼为着安尼代志拍拼。然后这款人较有可能去歪歌啦，无可能的。你若要歪歌，早就歪啊嘛。啊，你看拼会歪歌无？伊若要歪，其实伊的钱足济吼，是第一。在做迄个海事律师的时阵，我迄阵啊讲，连法官都，伊做律师，法官咧，干法官，法官讲有这就欢喜个，干法官我免咁烦。欢喜就欢喜个，啊，讲连过去的代志，家己就欢喜起来。啊，但是即马我有。有交代一些少年的医生，还没讲呢。少年去台中龙总一个医生，那袂歹啦。我想伊那下面，因伊的关系袂歹，到到上下爱下面还讲，当然是别人讲啊，亲亲的内容去，我是唔知啦吼。不过台北龙总时阵，这个周主任开始一开始不停话的讲，老师我跟你看的一样，我话的像安心多吼。开始有人看的时候，伊就是正常下面。所以我这三项代志，我会当讲。印象真深刻啊！第一项，伊一直足坚强，绝对唔是一般会拍会倒的人，唔是拍会倒的人，这绝对。所以，唔免烦恼，总是变那个经验，去经验出来，这是真要紧。当然，经验我绝对袂使。第二项就是伊是一个人格者，我认为伊是完全的人格者，绝对做代志是清清白白的人，人格者意思是清白的人。第三，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伊是一个台湾独立的诶，这个将来绝对历史会留名的人，吼、哦，以上我讲，大家会明白。